上百名粉丝守在韩国机场，等的就是他，台湾欧巴刘以豪。最萌男友刘以豪到韩国做宣传，粉丝热情接机，送上花椰菜做成的迎宾花圈，刘以豪也大方合照，还跟粉丝们近距离握手。招牌的阳光微笑加上卷卷头，韩国粉丝称他台版都敏俊。嗨，你好，现在来到韩国了，那非常兴奋，也非常期待。有学什么韩语吗？继续加油，加油。然后首都到韩国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也是台星第一人。从机场开始就能感受到刘以豪在韩国的超人气。有想要吃什么韩国食物？有，我想要吃炸鸡，还有烤肉。刘以豪先前拍摄多部台剧，靠着暖男形象进军韩国。都站住啊！超烦的，你脸怎么这么臭啊？记者会上，刘以豪也自己爆料，私底下很像大叔。我觉得自己蛮会关心人的，然后喝醉的时候也是。刘以豪这一回要靠着台南魅力，用招牌微笑收服韩妞的心。记者金医生综合报道。